出散入秦，出大散关，啊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建定帝位以汉事焉，建立了帝位。那么后来说，那个这个国号叫什么呢？是吧？应该起国号啊，因为啊，这个刘邦被封为汉王，所以啊，以他的王位啊作为他的国号，啊，那么建大汉。后以子午，屠戮色南。 更随尾谷赴通唐光。这句话什么呢？后来因为啊，这个子午谷啊，屠戮色南，这走起来很不方便，很艰涩。那没办法，为了打通交通，还得走两条路，一条呢叫尾谷，一条呢是唐光。尾谷和唐光啊，是由这个。 陕入川或者由川入陕的另外两条道，凡此四道，隔河犹艰。就在那时候啊，由川入陕或者由陕入川，一共是几条道呢？凡此四道，一共啊是这么四条道，一条什么呢？包斜谷，包斜道，一条是子午谷，一条是尾谷，一条是唐光。可见啊，不方便，交通很不便利。 所以叫隔河犹艰，非常的艰难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，至于永平其有四年，诏书开写凿通师门。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年号永平，永平啊是东汉明帝汉明帝的年号。他说啊，在东汉明帝永平四年之时候，明帝啊。 做了一件事情，有了一件举措，诏书开斜，下诏书啊，重新啊，这个在包斜谷这个地方啊，进行疏通，凿通石门，那么这不是好了吗？当年原来这个子午谷难走，另外两条路可能也不方便，在明帝永平四年的时候。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件事情，啊，凿通了石门，大家不是很高兴吗？这时候又出来事情了，说啊，中遭元二，西夷虐残。什么叫中遭元二啊？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，永初二年的时候，元是元年，二十二年，东汉还这个安帝。 永初元年，永初二年的时候，这时候碰上事情了，西夷西羌少数民族，是吧？这时候呢，这个在当地啊，兴兵，虐残啊，这个发起了战争。那么在战争的过程当中，很自然，这个。 道路啊，桥梁啊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，所以他说桥梁断绝呀，石门就彻底遭到了破坏，原来好不容易在东汉永这个明帝的时候啊，西就建起来了石门，又也有这种情况，没办法，子午复巡，老百姓啊还是走什么呢？还是走子午谷啊，还是走子午谷。 那么破坏之后的这个石门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经过西夷虐残之后，这个石门这个情况到底如何呢？他说：“上则悬郡，这个县呐、啊，在这儿啊是一个通假字，通悬，这个去留滇，下则入闽，倾泻疏渊。” 写文章的人很会用词儿，也很会选景，是吧？刚才我提到说，这个子午谷又开始走了，那么破坏之后石门是什么样子呢？他马上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险景，给大家勾勒出来了。上则悬郡，悬崖陡峭，是吧？曲曲流颠，那么水流啊，从顶山顶那么往下流，有瀑布。 下则入闽，水流倾泻而下，
倾泻到什么地方呢？很深的深渊当中去了，倾泻疏渊，飞流倾泻输入深渊。这怎么走路啊？这很困难啊，是吧？山势很高，还有水，那么下面的话是深潭。那我就不走这山呢，我就走那个平地吧。他说，这个平阿，泥学这个泉泥，什么意思呢？在平地，平阿之地，啊，地势不太高的地方，阿，那地方你也不能走，也不好走。他用了个词儿叫什么呢？叫泉泥，水泉泥泞，因为到处都是水，都是这个泥，可能还有沼泽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，苍蝇显艳，周围的氛围啊，一直是很阴森的，很少出现呢天朗气清的这种情况。那么如果说有人到这个地方去了，那么他还能看到什么呢？木石相聚，木石相聚，立磨却盘。什么叫木石相聚？原来在石门这儿啊，它是有道路的，修建石门有桥梁的，结果西羌发生兵变，那么把那个桥梁给烧断了，是吧？桥梁断绝，所以剩下什么呢？一些流残下来的这个烧毁的这木柱子，那么还有一些石头，相互啊这个抵住着。那么剩下的大石头呢，非常的尖锐，很锋利。临渭苍黄，屡苇心寒。这个人呐，只要到这地方去了之后，人真的很害怕。临渭，形容人的心理啊，非常的害怕。用什么词形容呢？他用了四个字，叫屡苇心寒，用得很到位。这个苇指的什么呢？虎尾，老虎尾巴。屡是什么呀？踩着。你踩着老虎尾巴，能不害怕吗？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危险情况就出来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说，空余清寂，挚爱浮浅。如果说啊，你一个人或人数少的话，事不够重的话，建议你别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过不去的，挚爱浮浅都不敢过去。为什么？你会碰到很多种情况。你比如说，首先野兽你就受不了，野兽恶虫，他说什么呢？恶虫必兽，蛇至毒蔓。必兽，必是恶的意思，很凶猛的野兽。恶虫，这个虫呢，在这儿啊，其实应该是念毁，蝮蛇，毒蛇，毒蛇，蛇至毒蔓，这个还有蝎子是吧？这个还有很这个凶毒的这个昆虫，那么一般人当然是过不去了。渭秋结霜，家苗夭残。那么在这儿有没有人居住呢？住不了。为什么？渭秋还没到秋天呢，对不对？咱们知道啊，秋天是什么季节？收获的季节。还没到秋天呢，结霜，结是多的意思，下起了霜，天气寒冷了，没收获的果实全给打掉了，所以说家苗夭残，还没成熟，这就已经没了。终年不登会尾之机啊，每年啊都没有收成，没有收成，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很感到很痛苦。什么痛苦呢？财物很匮乏，而且啊食不果腹，没东西吃，没东西吃。用几个字对当地的这个环境，对当地的生存状况，对当地的治安都可以进行一个概括。那么他用了这么几个字，他说：“卑者处恶，尊者福安。”什么叫卑者？老百姓，老百姓当然很痛苦了，也没收成，这么好的这个难走的环境，他也出不去，是吧？那么为官者尊者官吏，为官者当然是心有不安了，治下的
这种情况这么凶险，啊，治安恐怕也难以保证。所以，愁苦之难，焉可居也？这么险恶的状况，这么困难的环境，哎，很难用这么几句话呀，给你具体讲一讲。实际上他已经讲得很具体了，已经讲得很具体了。把这个西羌残虐之后，石门遭到破坏，那么这么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啊，先摆出来。于是这时候出现一个人了，于是明智。这时候啊，出现了一位，这个人啊是深明大义，很有智慧，能够体贴民情，这么一个人物。他是谁呢？故司隶校尉，建为武阳阳君。武阳阳君，咱们刚才讲到了，司隶校尉啊，他是一个州官，啊，周朝设立的官。那么在汉武帝时候啊，又重新设置，啊，在汉朝初置。那么他的主要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呢？可以掌举，啊，这个诸侯、啊、王公、三公，啊，这个外戚以下的百官，只要是有所过失的，啊，他都可以去纠举。那么把这个情况啊报给朝廷，报给皇帝，进行裁决。所以这个权力啊也是挺大的。那么他是哪里人呢？他是建为郡武阳县的。这是把他的一个籍贯啊给他说出来了。这个人杨军，绝字孟文。那么根据其他汉碑的佐证，这个杨孟文啊，他叫杨焕，杨焕杨孟文，身直中抗。这个人啊，他的本性啊对朝廷很忠，对这个百姓很义，而且呢做事情啊有股拧劲儿。朔上奏请，屡次向朝廷向皇帝啊报告这个事情。有司伯邑，什么叫有司啊？主管部门。这事情报上去之后啊，那么肯定不是说皇帝一个人裁决的事情，他需要召集相关的部门进行裁定。有司说啊，与这个相关部门说，说这事情恐怕办不了。伯邑，你看这我们这儿有这个困难是吧，而且呢那地方有那么困难，持不同的见解，把杨军杨孟文的啊他的这个建议啊驳回去。但是这位杨焕杨孟文，他刚才提到了一点是什么呢？身之中抗，他很硬，他认为这个事情他值得做，所以军遂之争，就和有司部门啊进行争辩，有利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办？那么在他的努力之下，说百僚贤从，帝用是听。哎，这些有司部门听从他的意见了，那么皇帝因为把这关系协调好了，也采纳他的建议了。于是啊，石门得以再一次修斥。废子游丝，得其以镀金。那么既然要修斥石门了，所以子午谷啊由此而废了，不会再走了。石门呢在修筑之后又可以走了。宫斥而要畅而宴平，清凉调和，真真益民。那么这一点来说呢，这是形容啊修斥之后的这个石门非常好的一种环境，和前面相比畅而宴平，原来是不能走，现在是什么畅？畅是什么意思呢？很通畅，是吧？这个路啊，走起来不滞涩了。宴平，很平安。啊，估计这些恶兽也给这个驱逐了。清凉调和，哎，老百姓感觉这个环境有变化了，是吧？当地的这个民风吏治啊，也是很醇厚起来了。这个事情啊，结束了。那么同学们可能要问了。说这个杨焕杨孟文把这个事好事做完之后，是谁给他表的功呢？是不是有人，应该是有一个人这个出来呀、啊，对他进行一个表功啊？谁呢？至桓帝建和二年，那么又过了一年，
到了汉桓帝建和二年时候，仲冬上旬，冬天啊，这时间，汉中太守建为武阳王申。那么王申和杨焕是什么关系呢？同乡关系，都是武阳县人啊，都是建为郡武阳县人。这个王太守啊，治机器设立山道，推续本源，考察他所管辖的地方，然后呢把石门又走了一遍，走了一遍，设立三道，然后就问周边的人说，这个地方是谁在弄的啊？王太守说，这是有这么一位杨焕杨孟文，他的一个功绩，要没有他朔上奏请的话，恐怕呀这个路现在还不能走呢。哎呀，所以很感慨，家君明志，美其人贤，由衷而发。家君就很赞许杨君啊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很顾重大局的人，而且很推崇这个人什么呢？他这人仁贤。什么叫仁贤？对老百姓心地很善良，对老百姓啊有种仁爱之心，仁爱之心。于是乎，在王申的提议之下，勒石颂德以明绝训，给这个杨焕怎么样呢？刻上，把他的功绩啊刻在石头上面，表明他的功勋，希望啊让后人都知道这事儿。其次曰，下面呢是一段这个韵语，把这个杨君啊他的功绩啊进行了一个表述，进行了一个形容。他说：“君德明明，秉焕弥光。”您的这个道德啊实在太好了。那么到一直到现在呢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您道德的这个一个滋养。次过时已历清八荒，这讲的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杨孟文他的一个职务啊是司隶校尉，所以次过时已，皇帝帝王有些过失了，那么我应该什么呢？作为他来说，应该是很直接的对皇帝提出来，历清八荒，肃清八荒之内的不平之事。奉魁承标，虽易欲强，秉承天道。这个魁和标啊，这个都是北斗七星啊，它当中的这各个星子当中的一个组合的名字。那么秉承天道，虽易欲强，使得隋安，老百姓啊感到平安，欲抵御那些强暴之人、强暴之事、不平之事。春宣甚恩，秋贬若霜，办事啊雷厉风行，把皇帝是吧他的这个仁爱恩泽下去，老百姓能感受得到。无偏荡荡，真雅以方，处事非常的正直，非常的正直。宁静的真术，振宇前通，老百姓啊在他的关心之下感到很安宁。他的这个为政，他的管理这种方式都是秉承天道，实际上也就是顺应人心。这儿他所谓的乾呢，指的是天道。那么如果咱们再展开来想，这个乾和真术，也就是老百姓啊，他是合二为一的。那老百姓代表的是天意，老百姓他这个愿望啊代表的是一种乾道。